当红男星卸妆后，胡一天帅气，肖战没变化。见到鹿晗，我失恋了。大家好，现在很多人出门都要化妆打扮一下自己，就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更好看的自己。明星也是这样，他们在公众面前就更注重形象了。那他们卸了妆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胡一天演的校园剧是比较多的，而且都比较冷，但就是抵挡不住帅气呢，总是很吸引人。他的鼻子上面有一颗痣，也显得很帅呢。卸了妆的他在阳光的照射下还是那么的迷人，笑起来也很好看哦。肖战真的很阳光啊，笑起来也太好看了吧，真的抵挡不了呢。他平时是很简单的，不染发不烫头，卸了妆的他完全没有变化呢，还是那么的帅气，就是肤色没有那么白，但也是很好的了吧。最后就是鹿晗，他是很有才华的人，喜欢他的人很多，平时也比较酷，但是卸了妆的变化也太大了吧，感觉沧桑了很多，没有了往日的风采，所以就有网友说我失恋了。